第三位，煞来请这个叶必雄会面社哈。多谢哈，多谢高雄乡亲啊，多谢这个高雄的太阳哈。我是这个高铁。发现这个放太阳，因为我是台北，这个外省啊困哦，已经破病，破袂几下工啊，是安怎破病嘞？救马上救救，伊甲迄个何宽仁哦，这个检察官吼，啊提出告示，啊这个何宽仁吼，是我嘉义县的乡亲啊，啊所以吼路见不平，我甲协气家吼，怎吼破病，啊希望讲来到高雄吼，看到这个阳光普照吼。有我这个吼，这个病较好点。啊，老实讲，伫台北啊，生活吼，拢是在感觉真过阵啦。啊，倒来到南部吼，就体会了无同款。啊，今仔吼来遮参加这个这场吼演讲会吼，啊，拄主办单位有讲人较少时。其实我吼，迄阵看到这个题目吼，我就小可感觉讲，无啥有较侪人来，啊喏，因为咱台湾社会吼，已经有这个统派媒体吼，甲你征服啊，啊对这个阿扁啊吼，来妖魔化，啊所以大家讲听到讲咧讲沈春水扁吼，拢想讲这三个人吼，唔该提不是刀，啊是提迄款吼杀死你的刀啊，唔该来甲撩，唔该甲你讲，啊所以吼，我相信吼，伫这外口足侪这乡亲吼，看到这个讲沈春水扁，煞唔敢入来。啊，但是也无要紧啦。我感觉这个力量吼，个传播吼，那叫你懂影吼。啊，这力量传播出去，我感觉就是讲有一个影响性。啊，比如讲我写一这个车吼，就是讲陈水扁有没有罪？啊，其实我是一个媒体人啊，我当然袂使讲没有罪，还是有罪。你一个媒体人吼，叫你讲是爱较中立的，吼。啊，切面吼，袂使伤过武断，也是讲伤过肯定。所以我是把我的观察，啊，我提这个证据，啊，有大家吼来看他有罪没罪。啊，但是吼，前几天啊，我一个小五吼的囡仔，吼，伊咧哈利波特的册吼看七本，吼，伊大个，伊甲我讲，讲吼，爸爸。你的切名唔对，你切名应该就是叫做陈水扁没有罪。跟他讲，你陈水扁有没有罪？按犯人的人认为陈水扁有罪，他就不会买你的书。啊，范例也刚刚陈水扁没有罪，他也不会买你的书。啊，所以你这个一版二刷2000本还在书店里面在卖，下场就是这样。人家那哈利波特哈，书名都很肯定，不会像你这样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也气啦。我常常吼，有当时写文章啊，去批评讲，有人讲假唱歌，啊，也气我家己啊检讨，是不是？我也说我假唱歌。啊，所以我讲，讲沈春水扁吼，伊是讲吼，有迄道理啦。我台北一个朋友吼，叫陈达成，吼，那是创个什么台湾党啊一大堆吼，啊吼，四十几岁啊，考条律师啊。去做律师了，刚才讲咱法院吼，原本是国民党开的，啊，所以吼成立一个人民法院，专门要公审的，吼，啊，所以伊若是吼对这阿扁这案吼，伊是呢用心做一个研究，啊，其实讲啊，咱台湾的司法吼，伊是讲啊，为阮老爸迄代啊，就开始讲，就甲我讲啊，讲这法官吼，乱啊乱啊乱啊，所以呢。蔡天贵教授一定报名吼，我会当做一个见证。甚至阮老爸啊，伫我迄个年代，我读册迄个年代，咱教育是啥物款教育咧？讲啊，你着去做迄款吼海关咧，因为我一个堂哥做海关啊，啊有几个吼做法官咧，伊着吼，你着爱行即种路，即吼红包足济。迄款堂哥吼，过年要转来吼，吼，迄个。洋烟洋酒啊，上到吼满城跑。啊，所以你来看，我迄阵看到迄个赵建明，因老爸啊，会对赵建明迄种期待吼，
就是讲咱的台湾人，叫国民党甲恁斗一斗，这个时阵吼，大家吼其实拢已经吼良知良能吼，拢已经无啊，啊所以为顶一辈就讲开始啊，就讲啊，恁就爱去吼创一个较有法度赚大钱的工作。啊，所以我也无去吼，也无去读法律，也无去读那个，我感觉去读新闻。我想讲，这个社会吼，公义甲正义吼，需要这个新闻啊，媒体上重要。啊，虽然讲这个本土吼，这烟火吼是买是来买是，伫这个戒严的体制吼，啊，但是我感觉讲，若有法度做一个讲，有法度为这块土地吼讲话一个媒体人吼，我感觉有伊的使命。啊，所以讲，我个人吼，选择行这个媒体这条路。啊！伫即个美丽岛事件发生迄阵，我都一年级。其实讲啊，即个事件对我来讲是足大个一个警醒，因为我所受到的训练，我老师拢甲我讲，讲即个这样被告还没有被审判定刑之前，他们其实都是没罪的。但是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处理即个美丽岛这人。根本不是那嘛，拢甲动作嘴翻，吼、哦，惯恶不赦，安尼处理。啊，所以我迄阵就开始吼、哦，产生了就是讲对台湾社会批判的一个思考。所以这个当局市长伊咧问啊，问讲，吼、哦，我对替台北去做好迄阵啊，恁是对，我讲较歹势，我较少年，我迄阵还没读书，我若想要去。做老了吼，啊！但是呢，迄个时阵吼，其实吼，我是真肯定啦，肯定。但是我反对讲吼，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，我阁讲这种话啦吼。啊，后来我伫个本土即个媒体吼，台湾时报一个暗部服务过了吼，其实我是有机会啦吼，去到即个中国台即个媒体去，但是我无选择这条路。那么我去这个时代华纳集团这亚洲周刊吼，去做特派员。这特派员拢总做八九档，啊，这有我足大一个训练，就是讲做一个媒体人吼，袂使有家己的主张，就是讲你有主张，你若爱去访问别个宽人吼，把你的主张写出来。我讲一个媒体人吼，那当然这是西方式的一个新闻的教育了吼。后来因为这个。香港回归了，啊，这亚洲周刊去有这个香港明报集团买来了，啊，我招到了这个本土的媒体台湾日报。啊，我迄阵想讲这个本土化，又搁是你定位这个台湾性主体性的路线哈、啊，是一个标语啊。所以我咧想讲，这当然本土媒体吼、啊，是一个健康的节奏。你看，但是唔知影讲，如果不到位啊。到日本关门，连这个《智利晚报》也关门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其实在这八档内底啦，我对这个本土政权吼，在这个危机的时阵，若是用社论，也是讲这个观察站这个专栏吼，替本土政权讲足侪话，就是讲，拄啊这本土政权起来迄阵吼，比这个泛蓝的吼，在国会内底羞辱这些官员，啊，甚至吼。不择手段阻挠所有的那施政措施哈，他是讲啊，实在呢做歹做的。迄个时阵，阿扁总统是那是讲阮替本土政权哦，卖命啊吼，卖讲啥，就是讲有吼占据咱本土的立场吼，啊结果得到就是讲这四档内底吼，其实阿扁总统吼有请阮去这个总统府内底去吃一顿饭啊，啊其实讲。迄就是足大的安慰啊！因为啊，拄到我吼，就叫我无相伤啦吼。表示讲，当初伊咧市议会，也是讲伊做立委迄阵，我去甲采访，啊，伊拢还阁会记得我。其实阿扁也有这个优点，就是讲，伊若够有贵的人吼，伊大部分拢会当啊，捌着你，啊，伊就有法度记着你的名，这是伊的本事啦。就是讲，老实讲，我含伊接触，我是讲，其实阿扁的本性吼，并无变。几啊届吼，我行去看伊这个竞选诶，行程吼，伊我一批哦，吼，迄
下晡啊，倒到庙啊，啊，人迄个早时啊，送伊一盒迄个肉粽啊，就照常起来吃，迄臭酸啊，食到吐，到安尼啊，啊，迄个便当也同款啊，啊，已经臭酸啊，伊也是食安尼，所以伊是讲啊吼，伊的这个生活来讲，伊是我是感觉讲，伊本性，咱南部人的这个朴实的这个观念，并无改变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吴淑丁女士吼。我一直做记者呢，行接上过。当然，我是感觉讲，伊可能就是讲，伊这个身体，这吼，互伊这个身心吼，是一个很大的折磨。甚至有人讲，老实讲就是讲，伊这个三高吼，拢无把人挂有病根啊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伊这个吼，伊生活圈，啊，甲伊的。精鬼的精神的寄托吼，是无多行咱吼正常人来做一个迄款比较。啊，所以迄阵吼，其实讲了，我迄阵常常伫即个伫法院吼，伫咖啡厅伫遐啉咖啡。啊，当然伊迄阵有讲到讲啊，那像有算股票啦吼，啊是讲到迄当初吼，因兜吼家境袂歹，啊而且阿扁家境较歹，伊即种种故事。啊，即、這个人其实讲也是真好斗阵的一个人。甚至帮伊做这个蝶舞人，后头时啊，我为着新闻的采访，人家打电话来，吼、哦，安尼又听到我的名，当时啊拢会接，吼、哦，就安尼，我甲讲这个夫人，吼、哦，伊就讲后尾才结婚。其实，我的感觉就是讲，因的本性并无改变，只不过可能就是，伊得到这个天下了后，这个宽恕了后，吼，有足济人，吼、哦，甚至的。管道要去影响伊，啊！我一只两个听，即个啊在场的民众讲，伊是讲啊，国民党的政战也是输啊吼，要破坏一个人吼，拢有足长期的计划。甚至咱会使讲吼，即检察官也好吼，也是讲法官也是啊，伊是拢有伫养个线民，养个线民就是安怎去接近对一个人，啊，甲教伊吼。没啦，那款吼，哦，就是讲得到一些利益。哦，啊，那你若讲为新官吼，是讲合法性，好，摕到利益偌济，啊，结果是办得愈来愈多。所以，伊是讲吼，以我媒体人来讲讲来，这伊是讲也是一个吼，足大的一个观念啦，一个阴谋啦，吼。啊，所以，对咱岛的人啊，发生这种代志。咱其实讲来吼，应该是抱着吼爱心吼，勿喜是不是？吼，这个进行吧。啊，所以我一直吼，伫这个五二零以后，迄一天，特侦组的检察官伫下晡就甲阿扁啊吼限制出境，啊，过来发生了这个代志，你就伊要甲苏亚进行台北城，还是这土城看守所大军入境。破、哦、迄警察，迄个检方，迄个安排足济只个，哦，只个警察，这若毋是讲马英九下令，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啊，若无马英九下令，只个特侦组的警方关，敢会只个大主台？所以为足济所在吼，我是感觉心里有不平衡。我个性其实为南部来。阮家吼，伫即个后大埔，吼、哦，我细汉迄阵吼，要行到家己市吼，爱行五点钟嘞。啊，我吼写最近写这五本册，伊则是有咧叶金玲吼，伊若是阮家己人，啊，即个议员吼会访问，伊咧甲我讲啊，你即个庄家人，啊，我都写这个册。伊是讲啊，我是啊，足珍惜即个工课吼，安尼吼，一个。做山人吼、哦，来到台北奋斗，啊无靠着啥物背景，安尼啊我都受着人的肯定，啊所以我是靠着这种精神啊，就是讲我伫这个一个做平和的人，啊看着讲五二零了后这时事的变化，啊我感慨很深啊，我感觉讲这种人吼，咱本土派。那无发出声音，绝对袂使。啊，所以我为阿扁吼，叫这个苏亚迄阵
啊，我就开始想讲要写这个册。我伫阿弟啊，有没有做这本册哈？当然第二版，第二版要改做，这纯粹没有做。啊，就是讲，我讲一句话啦，讲阿扁有没有做哈？不是由他拿的一院检察官，或是国民党开的法院判词，而是要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审判。啊，所以我这个本册，我基本上。啊，实在吼、哦，感慨良多了吼、哦。因为迄阵我看到这个文卓水，那开这个新书发表会，伊咧讲阿扁吼，讲大个，啊，但是伊讲的讲和讲的个，对我含我想法落地。伊是讲阿扁吼，最后两冬，转来咱台湾主体性的路线，啊，有这个中正纪念塔，证明为台湾民主馆，这是个，我讲大错。这是正确。阿扁啊，伊伫这个伊的迄本册《台湾史》里边，上盖有记载的，就是这第五章，就是写对台湾，吼、哦，甲两岸啊，中国政策的这个问题。伊是啊，解释讲，伊为啥物要转来咱这边？伊是讲啊，我对伊有失望的所在啊。如果是伫这个变数会了吼、哦，我伫报社，譬如我大概讲，这个变数会吼，变数会就是变数会啦。做不到啊，所以我真的是足无爱吹看啦吼。但是我看到这个林卓水哈、哦，就是所谓的大师，伊应该解读哈、哦，我不以为然。我看到高头四位哈，迄、哦那個、王金河老医师啊，伊讲的就啥话？伊讲阿扁伊吼，从这个校园放到这阵，伊讲阿扁吼、哦、是功大于过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刚刚。王金河咧讲，其实是咱台湾荣幸。啊，我吼，都是从我个人的见解，怎吼来化为这个一本册。啊，我阿丁讲过，我写这册吼，其实讲边写边哭啦，吼、嗯，就讲我内底有讲，讲一滴滴的眼泪吼，凝结成文字，然后再成一本书的时候，就是咱台湾人嘛吼，应该吼。团结起来所在，啊，所以我就原本就写好了，了后我来去这个玉山酒馆吼，去食头路。我就感觉讲，无论安怎吼，咱爱摆脱这个停不停变的这阴霾。迄、那个吼，马英九国民党就是要用这来给咱挑拨分化。咱爱较坚定嘞，咱就是讲阿扁啊，这八党本土政权这八党，绝对是党大于国。国光就是在他对台湾主体性，咱台湾主体地位的这个肯定。国光就是讲陈双辉，这种很臭不可闻的妥协，是不是呢？多谢。啊，感谢贵宾社哈。伊伫陈水扁前总统之前的八党当中的吼，就做迄个行诸于迄个文字的部分吼。大家拢有目共睹啦吼，有目共睹。啊，讲到讲五二共识了后的感慨，咱大家拢同款吼，非常多感慨安尼吼。好，咱。